小猫咪，我不是要你们打扫房间吗？正在打扫，只是休息一下。对，你们捡一只袜子一定很累。两只袜子？我跟你们说过蓝骨头拉瑞的故事吗？没有。蓝骨头拉瑞是谁？懒惰镇镇长。在懒惰镇镇上住着一位懒惰的镇长，叫做拉瑞。门口乱七八糟的，我得打扫干净，但不是今天。镇长并不是懒惰镇上唯一懒惰的人。我得想办法解决头上一直滴水的问题。这样好多了。还有熔岩三迪也非常懒惰。我的房子需要上油漆，不过感觉很麻烦，对吧？算了啦。有一天，杰可兔来到镇上。打扰一下，这里有住的地方吗？我看看啊，这间老屋子不太好。太好了，就这间。我的手正在休息。好吵哦，一定是杰可兔的房子传来的。我们应该去看看。现在？不要。五天后，在每个月一次的慢跑时，他们经过了杰可的房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太美了，他怎么做到的？只有一种可能，杰可一定是施了魔法。看来我们得调查一番，像是侦探一样。对，不过我还是睡午觉好了。我也是。嘿，我们去懒惰镇当侦探如何？好呀，找出杰可兔是如何把房子弄得跟新的一样。走吧，喵咪们 ，Let's go！ 啊哈，你一定是镇长。哦，好专业。镇长先生，我们会找出这件事的秘密。很好，我们要去睡午觉。你看，嘘，嘿，别躲在草丛里，出来！你们两个为什么要监视我？镇长想知道你怎么把房子变得跟新的一样。他说一定是施了魔法。我想，他说的没错。真的吗？那个是魔法扫把吗？对，想看扫把施魔法吗？想。阿布拉卡达布拉。所以这就是秘密。侦探们请杰可兔跟他们一起回去施展魔法。镇长先生，杰可兔他的确施了魔法。没错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教你怎么使用我的魔法扫把。好啊，快点教我吧。把一只手放在这里，另一只放在这里，说阿布拉卡达布拉，然后快速的左右扫。阿布拉卡达布拉。哦，啊，好像施了魔法。拿着，把这个神奇刷子放进油漆里，说阿布拉卡达布拉，然后把油漆涂在墙上。阿布拉卡达布拉。哇，你们看，墙的颜色变了。好，巴瑞，这是魔法锤子跟钉子，方法是说阿布拉卡达布拉，然后用力敲钉子。阿布拉卡达布拉。你们快看，是真的。懒惰镇的镇民对自己拥有的法力感到非常开心，很快就将全镇整理得像新的一样。这个故事好棒，喜欢就好。我要给你们惊喜，魔法胆子。我可以先使用吗？我要先啦！噔噔，两个胆子，耶！这就对了，施展你们的魔法。